在就是，哎，我得这样看你，哎，这样就，不怎么动得了，也不用太担心吧，就可能就是，休养一阵子，那就会好。吕山隐的妻子。我要当皇后，我要当那种王一统天下的那种，因为就是整个江山都是我的那种。因为我想尝试那种侠女，就是会飞啊，会功夫的那种，就是下雨下着雨，然后我打着伞送我丈夫去那个告别丈夫的时候，那个雨是人工雨嘛，我这样打着伞，其实雨一直往我脸上这样打，我全身都湿了。